哎，老婆，咱们家现在有多少存款？30万呢。假如有一天我被绑匪绑架了，拿30万才能放人，你怎么办？那我报警啊。你报警，人家立刻就撕票了呢。那我就跟他讲价呗。这玩意儿还在讲价的啊？那大家都出来做生意的，凭啥他不让讲价啊？他要是不让讲价，那我就不买了呗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不买了？你当你逛街呢？你不买，你不买了，我命就没了。绑匪把我绑架了，给人30万，人家才放人。嗯，少拿一万我就挨一刀，你怎么办？那你能挺几刀啊，老公？咱家挣钱挺不容易的，就别花那冤枉钱了，你多挺几刀呗。我他妈能挺50刀，我再给你挣20万回来。哎，你生啥气呀、啊？